欢迎四位队长解锁作品考核区未来街道。有请四位队长入场。欢迎各位来到勇闯天涯 SuperX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作品考核。好的，现在向四位队长和在座的每位舞者介绍作品考核的赛制规则。作品选手已经在两天前进行了自由组合，组合成了19组，各组限时准备了包含个人 solo 的小起舞作品参加今天的考核。四位队长看完作品时要同时表决，3票或4票即代表考核通过，全员晋级。2票为一人晋级，0到1票则全部淘汰。太难了，有点吓人。因为首先来说，我是一名编舞师，我觉得作品会让我更舒服、更有把握的一项。That's more for battles, but in choreo you have to do it together as a team. My goal was for everyone to get a towel. 以 battle 这一块，我不需要再向任何人去证明我自己的实力，但作品这一块，我们其实没什么挑战过。这是编舞师的世界，所以狮子不会进海底跟鲨鱼打架，但我觉得我作为一只狮子来挑战这件事情蛮有趣的。同时队长也可以挑选感兴趣的选手进行个人作品的展示，并综合你们的表现予以分级。本轮同样红色毛巾只有10条啊，就10条。首先我觉得编舞师你不能跳得太差，基本功也要强，你不能你光想法好但是你跳不出来就也没有用。我是觉得他选择了作品以后呢，那这首歌曲是你选的，你是有充分的时间按照这首歌曲练和变一个你的东西，我的期待值会更高。不光是只有炸，一定要有一个利益，一定要把一些想法融入到这个歌里，然后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把它呈现出来，不管你是炸的还是抒情的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第一组的考核。Let's go！ 加油，胡博文！胡博文，这个街舞来！好，各位老师好，我们是来自于一支新组的团队，名字叫做 Manpower。最开始是我们四个人组到一起了，因为我们都是 battle 型选手，我们没办法把一个作品排得那么的好，那么的整齐，所以说我们就决定一定要找一个编舞师。编舞师都太火了，还轮得到咱选？想想还有谁，赶紧想想。Solo 哥，你有对了吗？我还没有。走吧，走，我想一想，大哥。我们现在在找一个编舞师。啊，头疼！好难。博文哥，你有对了吗？我现在1半1半。胡博文老师，我们都知道他的能力是很强的。他不仅能做他风格的东西，也能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我觉得他是能帮助我们把这个作品做成熟的。我们现在我们4个缺个编舞师，对，差一个。不要犹豫了，就来我们组。不要犹豫了，哥，组队成功。哥打铁，哥。哥，别犹豫了，不要犹豫了，不要犹豫了，哥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当时来了4个小朋友，然后左一声哥，右一声哥，这边抱了我一个胳膊，那边抱了我一个胳膊，然后说就是希望我能加入他们队。能抠动作？可以。必须抠。我跟你说，怎么说？编舞师，怎么说怎么说？配合，绝对配合。你要来，你半夜12点都可以来。对。你让他们排到早上，不行，我们就一直抠。来，来了，哥。好，哥，来，哥。3、2、1，哇！准备好了吗？加油！音乐。
出了这个洒水都好啊。韩总被甩一裤子。其实我们本来是一定要往前撒的，因为这个能量才能冲击到观众，因为我们本来以为在那个大舞台跳至少离导师有点距离，结果那天彩排的时候想那完蛋了，那我们想那就这样吧，那我们就对的撒一个交错，至少让这个画面好看嘛。但是因为是临时调整的，我觉得肯定有人脑子没有清醒往前面撒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回头看一下视频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对不起老师。哎呀全是我还在中间。那现在我们四位临时的导师这个要做出选择啊，这个大家想好啊，反正我浑身都湿了。好，三二一。我觉得就像你们起的名字 Manpower 一样，从开始就是很有这个力量感，而且虽然你们是没有呼吸的时间，但其实你们的这个编排里头我们看的人是有呼吸的这个对比度的，不是一直看得特别疲劳啊。中间的设计也很好看，虽然这个洒水是有点过分了一点。对我觉得这个作品每一个 part 都有亮点，然后我非常喜欢，然后好久不见，是好久不见。然后他是吴博文，是编舞越编越好，然后越跳越好，所以我觉得很强。谢谢雨欣队长，谢谢雨欣队长。然后这个艺名跳 locking 的啊，融入的也很好，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个 locker 的话，看不出来在这个作品里面。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